成立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综合性专用汽车改装企业，公司位于美丽的炎帝神农故里，改装汽车名城，中国专用汽车之都，湖北省随州市。公司致力于石油化工、压力容器、市政环卫等多领域专用车辆的研发、设计与制造。成立压力容器制造公司是成立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。成立压力容器制造公司以能源化工、压力容器储运装备制造为主业，主要产品有 LPG 液化石油气、液氨、丙烯、二甲醚、氯甲烷、乙丁烷、正丁烷等压力容器运输车，以及上述产品的储存设备。公司生产的压力容器产品远销全国各地，即出口中东、南美、非洲、中亚、东南亚各地。该公司在同行业生产资质最齐全，产品品种最多，质量取得了各项的环保管理和认证，公司签约了5辆。本公司技术力量雄厚，检测手段完备，拥有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，产品质量稳定，具有一套完整的工艺装备流程。公司已率先全面通过 ISO 9001:2008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，产品全部通过 3C 国际强制产品认证，并通过出口产品的各项认证。本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并获得湖北省首合同、众信誉等荣誉称号。公司成立微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，企业紧跟科技前沿，以优质压力容器、能源化工储运设备制造领先企业为目标，坚持以科技为导向，以用户需求为目标，竭诚为各位用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，努力成为压力容器、石油化工领域具有高端竞争能力的储运设备主流供应商。
北成立压力容器制造有限公司，热情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我公司参观考察洽谈业务，我们将以最优质的服务最热情的态度欢迎大家